杨幂工作室晒出了一组杨幂出席活动造型，杨幂一袭黑西装，内搭斜肩裙，优雅现身，御姐范十足，显强大气场，下配钻石黑丝与尖头高跟鞋，筷子腿真的是绝了。黑色系的裙装造型优雅，与杨幂白皙的皮肤相互映衬，期间更是将杨幂的美腿凸显无疑，正好身材隔着屏幕都让人羡慕。当幂幂经常被网友调侃是撩人高手，一个不经意的侧颜，一个慵懒的眼神，都媚到人心里面。杨幂又酷又可爱，时不时略显躲闪的动作，还被粉丝们称作是狐狸幂。身穿黑色西装搭配钻石长袜的幂幂，真是御姐范十足，侧颜状态，眼神有戏，鲜花配美女，裙装配西装，优雅且不失魅惑的杨幂，怎么看都是那么的美。尤其是这张美照中的杨幂，无论是气场还是颜值，亦或是细微的表情，都太绝了，又娇又媚，眼睛里的钩子啊，让人沉迷。喜欢就订阅呗。